假使看卫生世界，易经风水面面观。各位十方圣地仙，大家午安。今日是中华民国99年5月30日，也是咱每个月最后一天的全民念佛。咱全民念佛摆在最后一天的用意，就是咱每一个月辛辛苦苦，大家打拼，好过去。顾囝啊，顾事业，咱一个月真正无闲，咱选在上尾一天，咱专门来念佛，共同来祈求世界和平以外呢，好，咱也来祈求到咱每个人，好，这祖先，当上祖先，会当听到佛音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，啊，会当听到佛音、法音，咱完成这主，哦，皆有佛性，咱念佛就是忏悔的大根本。所以咱往生所做诸恶业，皆由无始贪嗔痴，将心意以之所生一切罪障，皆忏悔。那么咱以念佛。来做忏悔、减回向，所以念一句佛，咱会当消除三千大千世界恒河沙数的业障。念一句佛，咱会增广着无量无边的智慧。所以一句阿弥陀佛啦，咱的功德是真大。咱和尚、和阿僧，好，咱早时啊，好，咱透早起来，咱就念一段时间的佛，十分钟嘛好。咱一天会去做平安心顺事。咱有一位老菩萨啦，哦，咱住伫台北，伊话啦70多岁，要80岁啊。啊，伊有一天呢，听到早时我咧讲念佛，会当祈求祈祷，予咱的子孙啊较平安的顺事。伊想到啊，安尼一再一五着啊，伊的三个囝事业真袂平安，哦，灾难真济，伊的孙啊。真袂顺事，所以伊就开始念佛，开始咧一个月内，透早起来一定6点念到6点半到7点中间，伊拢一直咧念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，南无阿弥陀佛，然后求佛祖慈悲，赐予伊阿囝大家事业会平安会顺事，求佛祖吼加持，予伊的祖先灵光光强。啊，会当保庇到子孙啊，较好读书，囡仔较乖，家内较圆满。那么伊在念中间呢，开始才一礼拜，伊啊囝真反感，老母的胸口那变只迷信，啊，在早时起来就跟他念佛，啊，暗时要困嘛念佛，那遐囝就真袂谅解，媳妇嘛真袂谅解。公母啊，那时啊，早时看电视，看迄、那个啊大头啊师傅，那讲讲讲的呢，啊，伊就开始念佛安尼呢。啊，咱伊做老母的呢，伊就听师傅讲一句话，这有真济真大的业障。那么念佛的人功德是真正不可思议的功德会到位，但是咱福报无积足呢，咱会拄着真济真济障碍，包括咱出来的某仔囝。还是翁婿，或者孙啊，啊，亲戚朋友是大人，会真济，甲恁，甲恁笑，甲恁消遣，甲恁阻碍。但是咱唔好停啊，因为咱福报无积足嘛，福报无积足，有真济一障碍会来甲恁拖累，吼、哦，来甲恁阻碍着，阻碍着，咱福报无积足，一家都阁袂平安，袂顺事啊嘛。这是一定的道理啊，所以咱这位阿弥陀佛呢，
伊就坚持着伊个理念。遐囝讲讲恁个，啊，伊心内伊要创啥，伊也袂讲出来，一直念佛，念到尾第二个月，吼，这个月底，我念佛迄天呢，遐囝新妇呢，拢对着后壁对老母老爸的念佛七分半钟。到尾老母呢，像你遮呾做念佛。我母啊，歹势啦，我唔知啦。你念佛，你伫求阮大家只子孙啊，大家平安，啊，大家会顺心，事业会顺利。啊，结果我拢唔知，因为你伫迷信，较早都无咧信，你即摆会信呢？啊，所以啊，啊，那呀子孙啊，咧感觉着真歹势。啊呀，囝咧讲，阮即一个月来出门继续平安呢，伫公司伫工厂伫做嘛，继续平安，大家笑笑容。无人看到我咧，那像甲看到贼仔咧，那看到我做人咧，含人会闪。现在这一个月来，阮同事有讲有笑，足欢喜个啦。好，我才体会到嘛，你吼，你替阮念佛，替阮消灾呢吼。无法讲，你搁知？哦，我若无爱念佛，我听师父啊，你爱念佛咧，啊，我安尼咧照念，啊，照我多。今予你遐平安，我感觉足期待嘞。那这阿桑呢，佮过一两个月后来呢，佮来新闻时，啊来甲讲一念佛一经过，各位是方成地时，咱要念一句阿弥陀佛，爱做福报的人，才会要念一句阿弥陀佛嘞。咱若无福报的人呢，要念一句阿弥陀佛呢，是确实无机会呢。咱甲你笑，咱就闪开啊，咱就唔敢念啊。因为咱了解啥物阿弥陀佛啦，众生伊无了解啥物阿弥陀佛啦，哦，所以啊，咱若知影了，咱爱自己家己坚持咱的理念，理念一致，世界和平之道，天下太平之道，家内和谐之道啊，这条大路。各位是王陈弟子，今日是专门念佛的日，我将念佛的功德呢，哦。这么多年来做一个印证，讲给各位做一个参考。咱有智慧有福报的，咱就捡起来用。咱若智慧福报无够的，咱就人讲，咱就甲停掉呀。啊，一句阿弥陀佛也免本钱，南无阿弥陀佛更加免本钱。那么咱是安那不要念南无阿弥陀佛，还是阿弥陀佛？咱只功德回向咱祖先嘛。来顾家顾孙啦，回向完心借度，化解万愁啊！各位十方善知识，念佛阿弥陀佛的世界，对咱地球的西平面，日头出出来，吼啊落山倒出去，西平面呢，十亿。八万外千里，啊，这是足远足远的。但是八万外千里，十亿八万外千里，啊，在咱的心一念之间都够啊。所以西方极乐世界的国土是非常非常的庄严。那么相对，咱的国土，尤其是咱的地球世界国土，有。这个叫做艰辛苦症的，有诶无他食，有爱相拍，啊有诶当年伫战争诶火药中间咧生存，这是非常可怜诶代志。啊，咱若真惊今年咧，啊，要有真侪不可思议诶天灾，所以今日咧，咱王禅老祖开始咱叫咱大家爱念佛，专门念佛来祈求咧，啊，天灾诶永续，啊。专门念佛，祈求天灾永息。南无阿弥陀佛，大家早起起来，十分钟的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求阿弥陀佛慈悲，两天护法圣神慈悲加持，哦，予咱的地球莫有天灾，咱会当天灾永息。故意啊，观世音菩萨开始，当咱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的时。飞空过往的心性，爱如何甲咱加持？甲咱这点，咱念佛都记得啦。甲咱这点，咱念佛
咱的公信力是不可思议啊！所以咱家家户户全台湾2300万人，大家拢念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的是，无论是用唱用念的南无阿弥陀佛啦。那么安尼呢？吼，咱台湾世界一定更加平安，更加和谐。所以念阿弥陀佛，那有个开悟的人，你就看到哦，佛祖的化身。念佛者就是佛。咱讲人歹话的人就魔神啊，妖魔鬼怪。咱若世界讲爆料的，一定是妖魔鬼怪会出事。那么伊上加世间袂阁乱，所以也是各种的爆料，无中生意的代志有够多。那么这嘛是真正无奈的咱的社会病态。各位是方陈医生。好，咱人世间短短几十年，咱要接到正法是无简单。若是咱有机会接到正法的，好，咱一生都袂白行的。但是正法一句短短的名言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这就是咱每个人来伫世间要找的一个密码。哦，今日啊，佛菩萨示现，啊，甲咱开始念佛，就是咱未来的方向，未来的净土，未来咱的国土。那么咱是安，那唔知要念阿弥陀佛咧。所以咱是今年正月初一，然后大体有关举办2010年中华民族联合制作大典。圆满大典的时，到最后奉上咱的祖先15615世，要3762处大手真圣往昔的万灵，啊三界法界，啊三界万灵。那么咱念佛奉上诸灵，回归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，了脱生死，这嘛是咱唯心信教、唯心宗咱的天命，因为咱。看到世界要和平，要天灾永续，只有一句话：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就是皈依，把咱的完全借助给因皈依，对阿弥陀佛的世界去；把咱的祖先皈依对西方极乐世界去；把咱的好兄弟，哦，无事男女公魂、三军联盟、将士等等呢，把咱皈依对西方极乐世界去。而这是咱。上重要的人生课题。那么，咱世间有真侪天灾是啥原因伫对来呢？哦，咱都冤冤相报何时了？那么冤报一来呢，有十坏事，予咱摆伫面头前。啊，有诶搬起扛，有诶烧弄，有诶食毒药，有诶甲你自杀，啊，有诶去用弄着，有诶吊刀，等等诶十种诶坏事，不管是摆伫咱诶面头前。咱若有开悟的人，咱看着也要惊死啊！啊，咱若无开悟，咱毋知往何行。但是有开悟呢，佛菩萨刚咧开始，那么化解这些十坏事的因果因缘，哈，才会冤冤相报。咱只要爱要紧好念佛，好修行念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无论是用个唱的，用个念的拢可以，只要咱心有佛，有阿弥陀佛。咱的灾难就会到为化为无形啊！好业是会现前的，无可能未现前。咱爱要化无形，这是念佛。啊，你不要念佛，干那爱杂杂，怨天怨地怨老爸，怨国家怨政府，非常无理，甲无智慧的啦。啊，所以咱今日伫台湾中华民国。这些净土内面呢，予咱在念佛，哦，这虽然短短几分钟呢，但是所累积起来功德嘛是不可思议呢。咱各位是奉承的心啦，咱也要念佛的时，我相信各位啊，哈，恁的家来会一直平安，一直和谐。那么明仔开始咧，哈，咱因为咱现在是台湾这片的净土，想叫做世界的净土。念阿弥陀佛。那么明仔呢，好，咱要来播出
咱伫2000年啊，哈，咱伫国父纪念馆举办一场对咱国歌，吼，国歌的真理，国歌的真相，吼，咱若了解国歌的真相的时，咱就会当建设一个世间中华民国和谐的佛国土。哦，所以咱明仔开始咧，咱来啊，过来咧回想到咱国歌的声，咱等下咧，大家共同来念佛，祈求风调雨顺、国泰民安，世界会当和平个天恩永续。向好光明无等伦，摆好安端五须弥，甘木澄清四大海，光中化果无数亿，化菩萨众亦无边。四八大愿度众生，九品贤令登彼岸。向好光明无等伦，摆好安端五须弥，甘露澄清四大海，
光中化过无数亿，化菩萨众亦无边，四法大愿度众生，九品贤令登彼岸。